老王，你去比赛比的怎么样？真假的，那么惨？抖屁的！真的、啊、太久没比赛，不知道，就是心里不紧张，可是身体还是很紧张。很强。台中的。嘉义的。嘉大杯。年轻的吗？三十岁，不年轻。哦。还有一个是公开组。打赢一场。好，可以，有赢就好。好，来接发球。左脚在前面的两面 ，OK， 你要跨左脚跨右脚都好，没关系，你可以放，你可以拨，你可以推都好，那自己稍微注意一下出手 ，Good， 没关系，你自己出手的时候啊。稍微可以再让拍面再斜一点点，很难起高，很容易起高。你拍面再斜一点，拍面不要立在上面。拍面斜一点是怎样？这样斜啊！不要这样，你会这样打，我让你这样推它。对，稍微变这样，你看我这样推它，所以我在接发球的时候我会怎么站？我会这样站，那我会摆低一点嘛，我不可能站那么高嘛，对，我就低一点，球来这样推它，这样会高吗？来，再来，保持出力哦，手。对 ，good， 再来，继续，还会高吗 ？good， 没关系，小心哦，这手怎么接？怎么练？你说防守啊，这个这样吗？这样打，你不会还是你不会？准备好之后啊，手原本是这样嘛，对不对？但你要刚好那个对手发在你这个位置啊。刚好一定要对手这样发才能吗？你们不会什么球都这样吗？什么球都这样打？这边怎么这样打？我问你，这样怎么这样打？这个球，每一颗都可以这样。你要想啊。球这样飞过来，我这怎么打？我有办法这样打？不可能嘛！所以一定是小心哦。发过来之后，他在这个位置，我才会这样打。但是我们很少这样子打，这真的很少。我偶尔吧，偶尔也是就一颗，偶尔一颗，但这样还是有风险的。为什么？你这样出去的时候，球往哪里飞？前面会不会一个人？哎、欸，对啊。我们包完会怎么抓？包完。除非你今天吃一个人没有意思在抓球，你这样推 OK。但这个就是你的大拇指的，你的大拇指的。应该说我们一开始不可能整个握这样嘛，我们也是握平均嘛，但是你要变的时候，你的大拇指要稍微再贴一点点，这样子。要倒吗？不用倒啊，你就是你的，就是变得你膝盖微弯啊，你身体沉下去，你就不用倒啦、啊，小心哦、喔。那个还要再练 ，good， 就像我刚刚跟他在谈说，
跟他坦说，其实女生我真的觉得接发球真的很重要。对啊，你的，我就觉得我想要推反拍，可是因为我这几次比赛推的反拍都是很高的，他们都有机会绕头杀下来。那推深一点呢？又怕奥赛？就是可能推深一点很容易奥赛，因为星球嘛。对啊，这我知道。会推加力推了，因为很容易。那不然就是波中带。波中带就是蛮容易被拦截，如果没有速度的。应该说，可是反而有一种大家都不敢抓，就是你一开始就这样，然后再跳那边，前排都不敢动。你说这样，然后，对，然后再稍微跳腰带而已，跳中间腰带，对，他又不动一动，他会怕，你因为球拍摆出来，他当然会怕啊。球拍摆这样，人家你们你摆这样，我如果是我就难爆了。对啊，对啊，因为如果是我们会这样，我们会这样子拍面在前，我们。对啊，我们会这样子打，因为刚刚讲说，其实发球接发球，你先看上来，你的前三拍，第一拍发的好，你单浪就很轻松，接发球接的好，单浪很轻松，位置很明确。再就是，你第三拍你要接的时候，你的位置站很清楚，你们就很轻松。你说这样，你们就比较不敢上来拦哦。我动作是摆在上面的，那你看我这样的动作，我的可能性有多少？对啊，很多嘛。啊，我变，如果变你这样子啊，你刚刚讲的那样子方式，这样我变的可能性不会很大、啊，因为我怎么打他是往上弹啊。放这么低，你也很好抓吗？你看啊，我这么低，我最喜欢做什么？你记得吗？我在中场，我最喜欢做什么？摆出来之后，推啊，突然推一下，对啊，我这也是先摆出来啊。低也可以，我低也可以啊，就是你可以先摆出来，重点是你要先摆出来，你有时间先摆出来，摆出来之后。你再来判断说那他位置在哪里，你再去做弹嘛。所以总之手腕要立着就对了。应该是说你要先摆出来，对啊，不然你就来练这个，推一下。可以啊。但我通常都是第三拍，前三拍的时候会用这颗，就是我当接发，对手拨中带有没有？一拨中带拨过来，我注意到。动作摆出来，再推后面，因为我的目的是要晃对手，手再摆出来一点，来，老王教你一招，听到？手伸出去之后，伸，再推，往前，对，再收，手肘，伸，推，有点停留它，对，对，再停留一点。对，对，再停留一点。对，你看我，球来了，了解，再多，对，刚就有了，再一次，手停留，对，伸。你的小发力手腕再出来，对，对，对，有时候力道自己可以拿捏，就是有时候不用太深，也不用太高。为什么？你只要越高度越过对手就好，因为我的目的要赶快让他晃到，让他没办法时间可以去打，所以有时候让他早一点落地会更好。但是前提是你的高度要稍微拿捏，不要被他拦到。对，不要让被他拦到。对，再停留久一点。对，对，再来。对，对，手再往前。对，对，杀。对 ，good。对，对，再来。对，对，有啦，好球啦，放轻松啦，这就是自己再停留一下，好吧？换人，换一个，换谁？谁还没这边？好，来，来我这里。我